咧三百，去苏西啊，还有走呢。其实三百买袂到啦，不过吼，咱上外外侪有人摕到，爱上好啉啊，袂使讲三百有人买就买伊。来，我们加加麻鱿鱼来，这也是跟这刚才那个是一样的，只是伊的板头袂遐大只，啊伊的口味甲伊无同款，安尼呢？真的，这我袂比伊较好呀。这个我卖比那个还好。来，这个海山打切一只，有那百五，这袂嫌。虽然是椒麻，伊是口味尔，不是香味。它属它是甜甜口味。椒麻鱿鱼来三百块，五个客人而已哦。也没有了。喂喂，五个，这是甜甜口味。来，今日三百块，少一个人去吃椒麻鱿鱼，三百块，这下你搞到三百，不是还袂分袂来上好啊？这个不会辣，你放心。真正好吃，这个一样，解冻切切就可以。这个是甜的口味，甜的口味。多吃，来三百块，袂人金钱哦，来去吃过哩。来三百块，椒麻鱿鱼。来一个。要钱知道在哪里？我在卖什么？就拿起来就好。为什么要叫舅舅呢？来，哎，姐妹俩呀，来沙发，来西郊。公鸡椒麻鱿鱼不是让我这样卖你们这么便宜的，要我吃，规矩拢好哩。来，一个辣椒，真正好吃。来沙发，一七，你穿大露背洋装就好了、啊，就会有人搭讪你了。那就去讲，跟你讲。来沙巴喝椒麻鱿鱼，你穿那个大露背洋装，哇！来沙巴喝两瓶，椒麻鱿鱼先看，你我多少杯酒啊？六杯羊，黑尾鱼。来沙巴喝来，今日黑尾鱼要等明年的啦，黑尾鱼，黑尾鱼要等明年的。来辣椒哩，然后来沙巴。黑尾鱼有季节的，黑尾鱼有季节的，非常好吃。来小姐，你这个时间的黑尾鱼鲜度很差。来加麻鱿鱼，来小姐来。黑尾鱼是每年的四月到七月，四月到七月才有黑尾鱼。来沙巴，知道吗？加麻鱿鱼都来到了哈、哦，好，谢谢，那我收起来了哈、哦。来，加麻鱿鱼那个虾卷，我那个干贝都有人点。那个虾卷，那个干贝，那个虾子，好来，虾子给我来。来龟尾虾卷，飞机白干贝，这种有人点哈、哦。来海白虾来。海白虾卖卖五百，卖卖四百，这样开三百，全部四个客人都要卖千二块，分钱啊给。来，赶快卖你四个人，给这样开两百块啊，不用三百了。来，要吃虾子买两百就够了。来，两百块，你喜欢吃的话，哎，大哥好，你可以买两份、三份。怡清大学，大学就是那样子。好，长腿，腰细，点了哦，谢谢。九头身，来五个。再来一瓶。